哎呦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人在台北，今天不钓鱼，钓改钓虾。哎，嗨 ，hello。今天是在台北市的全家乐钓虾场。哇、哦，钓虾啦，好不好 ？Go go！ 有。好，出发。30年老店。然后我们开两小时。两小时。对，然后我们没有钓过虾。没钓过。可以教一下吗？虾米要去头去尾，头跟尾巴你都把它拿掉，好不要留下它身上是块肉来当骨头。好，再来把你分好的耳勾上去，就勾到中间厚的地方，勾到底，尖不要露出来。OK。好的，就放到水里面，这个浮标它会在这个水面上就是站着。好，接下来你就是要仔细看你的浮标了，你的浮标如果沉了。不要马上拉，哦，马上拉一定钓不到。沉下去，你不要动它，让它继续沉，不要动哦。等10到15秒钟，10到15秒钟之后，钓竿对准浮标它沉的位置。它如果沉到这里来，钓竿过来；如果沉到这边，钓竿就过去。它到哪里，钓竿就是跟到哪里。好，决定拉的时候，你要对准它，先垂直哦，轻轻的往上，就会有机会钓到哦。好，再来，万一都没有动静。你放了2-3分钟了都没有沉，那表示这个位置没有虾哦，没有虾要去找才钓得多，你不要放着不管它，好，这个钓竿你放，慢慢去移动啊，你的目标，移动的方向你自己决定，速度要很慢哦，移动速度要慢慢的，像蚂蚁啊，在走路的速度要哦，不能快哦，你快又钓不到虾。好，慢慢移动它，偶尔停一下，要仔细看，如果找到虾，这个目标会下沉。你发现有沉的感觉，就不要再拉了。回到刚刚讲的，不要动，停留10到15秒，然后觉得可以了，就在这里，它上面垂直，对准垂直，轻轻的往上，就会有机会钓到。哦，谢谢。那我们要先收费吗？还是不用？钓完多久？好，钓多久算多久，你要自己看。好，钓了就拿来玩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再沉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哇，很稀耶！老板都笑我。一哥已经开场秀了，木哎，很重啊！听着老板讲，对，开始枪打。那 OK 吧，随缘一波。你要找虾喽！它可以直接让自己移动，找一下。哎，喂，喂，好像有哦。哦，哎，是太急了，行啦，是太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呦，好的，这个是怎样？手压下来，手压下来，我会被夹爆。他是不是要抓住啊？哇，夹一颗大的。破蛋，其实刚刚是有点误打误撞。
我过你没看到浮标动？浮标没有力气，打击。来，换你，上浮，然后放开拉伞过去。掉皮就是有差哎、欸，看下那个柱子后面会不会？所以你刚刚的勾就是我在那个，我勾在这个抓包后面。跟板勾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等一下。这角落虾哦。太神了！太神了！这是角落虾。Allen， 开不下 Allen。酷一下。蛮酷，好像他还会走。蛮酷。你觉得他会走？有。已经杆子拿着没有？对着他，对着他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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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，打用力！哎、欸，太用力！太用力！太用力！处理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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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理一下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，玩酷，玩酷哥，可以吗？他刚刚超紧张的，我你就走了。我想说，对对，你不要整个抬起来，你就手腕往上打就可以。他就像手腕90度上提起来，就开起来，开降式杖，好，往上打，因为降式杖准心瞄准好。刚好像有在咬，把这样子做状态说，好，我懂，就是把你，因为这样的话你才有空间往上，对不对？有点像是把子弹上开起来，嘣！我到这边可以，有，来得及啊！来了。哦，哇、哎、呀，没有，可能打不够进去，你知道吗？可能就打不进去。他是出水面的，操！他是出水面，因为钓子吃掉了，他没有。打不够啊！哎，哦，来了！哎，你的开枪怎么跟娘炮？你看，小路上就对了，勾到八道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可以快点拉进来，不然他掉地上，掉回去追一追。哇、哦，帅、哦！太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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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我整个喷的都是。感觉怎么样？你掉下好玩吗？帅哦！哎、欸，这个是吗？对啊，都差不多。小乐这边没有状况啊？怎么了？就没有状况。完全没状况。那也行。OK， 所以直接。结束，现在到两个小时后了。两个小时在室外，团员们都在等待。你等下看一下到底掉了几个。你这是熟悉啊，熟悉啊，好像很少哎、欸，很少哎、欸，十只，一，二，三。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只啊 ，OK 吧？十一只还 OK 吧？那我们知道怎么处理？啊？那我们知道要怎么跑？要先撒盐，要先剪。来，把脚全部剪掉。脚全部剪掉。哎呦！哎呦！还有这样的头。对啊。
新手不会钓的，十一只 OK 啦，十一只看一下，煎好了，等下开吃啊。OK， 下来吃新的，待会见。烤虾菜，烤虾时间，十几只，三只。好，我们吃完了，十一只虾 ，OK 吗，各位？好，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啊，下次我们会加强我们的钓虾技术，拜。